你不要收到任何人的钱啦，我来去洗头发去，啉水就叫水结石，吃饭就叫饭结。馆长是风向界的伟人，诡辩界的天才，对不对？他怎么可能烧钱，对不对？我这则啊，只为了要记录啊。馆长有说过这一段话，好不好？他有说过这一段话，他说什么？他如果有烧钱哦，帮别人说话哦，他就不得好死，对不对？他说啊，不得好死，什么什么喝水被水被水淹死，吃饭被饭隔死啊，不管啦、啊，反正他有说过这一段话就对了，反正他有说过他没有收别人钱，对不对？好啦，我们就相信他。我们就相信他，啊、不要、啊、到时候又被爆出来说，啊、又开始馆长要看，我没有说过这一段话啊，我没有说过这不得好死那种话、啊，你没有讲过，对啊，到时候我们就来看，好不好？到时候就来看。